所以韩国议会一定要请有警察给我离开。你要有再见吗？你并非无敌之人，原本要改定策划可笑，要是就借你眼中只有青玉镜，所以接你发觉江湖无疆，奉行我这一局的关键，强悍的夹骨子啊，好好体会玉箫的滋味吧。顺回你的青丝石路，经不光了四方台之约，够十顶风波迎接涵盖秀邦。